8月16日，王菲与谢霆锋一起回北京，女方挽着男方出现，感情十分甜蜜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此前王菲陪谢霆锋回香港，还一天官宣了3部新片，成为了英皇最受瞩目的艺人。谢霆锋工作结束后，王菲再次和他回北京，可见两人的感情十分稳定。画面中王菲扎着王字头，身穿V领毛衣搭配宽松牛仔裤，身上拿着外套，已经53岁的她保养得当，脸上完全看不到岁月的痕迹。谢霆锋头戴鸭舌帽，穿着黑色外套搭配牛仔裤，一只手放口袋，另外一只手背着包。仔细看会发现王菲拿的外套穿的鞋子还是前几天在机场穿过的，由此可见她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两人没有手拉手，换成了王菲挽着谢霆锋的手，王菲在对方面前显得非常小女人。对此不少网友都夸赞王菲的状态很好，穿搭也非常在线，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任何变化。谢霆锋和王菲的感情一直争议不断，张柏芝为他生了2个儿子，但男方还是选择与旧爱复合，最后也祝福他们吧。